老表，我要出来了哦。前天才说周末会下雪，就果真下雪了。北欧入春困难症又犯了，屋里头穿短袖，屋外面裹棉袄，真是穿穿脱脱的享受。没办法咯，娃要学琴，冰着风雪，恶意出门。北欧倒春寒，倒了一寒又一寒。2022年4月5号还下雪了咧。说好的春天到底在哪里？大约在梦里。一路上雪还挺大，上高速，进山洞。出山洞，再进山洞，出山洞。红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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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片红灯。看见红山小学左拐再右拐。最后等一个红灯，这就到了丢下娃去喝咖啡了。北欧日常，咖啡续命。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。